Mamu ka bota panna panme panzara Taka kata polo kate sammanta jasara Om Mamu ka bota panna panme panzara Taka kata polo kate sammanta jasara Om Mamu ka bota panna panme panzara Taka kata polo kate sammanta jasara希望大家经常、经常、经常这样子的上供，乃至每一次转变观想的方向、新的方法。同样一句，我关心你，你不能每天只讲这句话，你可能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表达这个关心啊，这个爱，这个体贴。我想，这个世间是变化无常的时代，那你要学会随缘视线的变化无常。以这个变化无常来配合别人，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可以改变一下个性，好不好啊？语言模式，因为我们在进步嘛，在进步啊，人要给自己创造进步的空间，然后改变你的念头，改变你的外貌，改变你对别人对你的感觉。当你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会接受你的改变，他也会改变。这是很简单，你笑我对你笑，你骂那对方就不高兴咯啊。所以学佛一定要一直抓住自己，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圆心嘛，你改变了是世界会跟着你改变。特别是各位有身上有三宝的加持力，你有三宝的加持力跟做了善根，比如说你去参加十遍放生，跟一个没参加放生的人倒一杯水的力量都不一样啊。所以同样，当然我们做功德做越多的人呢，然后你的力量，正面的力量也大，负面的力量也会变大。啊，就像一个国王下个命令，就很多人可能要断头了，对不对？一个乞丐下个命令，才没人理他嘞。所以你要善用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也要发挥在正面的去帮助众生。那我们现在做一下简单的烟供仪轨，好不好？请大家点一下。我很希望大家养成习惯，走到哪里，像我现在去外面，我如果没办法点烟供，我会知道那个烟供塔啊，请翻到114页。我希望各位在家里门口啊，做一点点也好，一点点啊。最近那个菩萨经常送我们那个黑色的，里面一个香环啊，里面有烟供，那个是属于药供或烟供下施的，那个不是上供的。但是短短的时间，等隔壁闻到以后已经点完了啊，但有走必不走开后几分钟嘛后，对不对？众生欢喜欢喜。所以那一天，我前天晚上我回去住了，结果一进去就全身发冷感冒，我想我老感冒啊，里面温度也还好啊。后来想东想西，是不是没做烟供啊？我本来想要感冒药吃，我想隔天有法会，算了，那吃感冒药先做一下好了。我就去外面找，刚好外面有烟供香，点了三支，两边就差了，特别低的感冒啊。然后呢，就觉得比较温暖了。这个就是一个感应，就是说，哎呀，众生拜托你一下吧，啊，你吃饱了回来，他们没吃啊，啊，那我们借住的地方可能住的人比较少啊，啊，所以各位要有个责任，就是你住在哪里，附近那个区域的无形众生就是你负责的啊，然后你就水也好啊，烟供也好啊，像这样一点起来，嗯，大家就闻到一个味道，就会很有个悲心，对不对？因为这个味道是一个甘露，是想要帮助众生的嘛，然后对你自己就帮助很大。所以我每一个地方，包括其他国家，我最主要是推这个，因为让慈悲看得见，让慈悲闻得到，好不好啊？就像各位，你亲自把那一桶鱼倒到水里面，你快不快乐？不一样的。你亲自把一包红包送给一个需要的老人，你快不快乐？快乐，那不一样的。你到邮局去寄，当然也是个功德，但是你亲自交给他啊。所以我们办一个慈悲基金会，我就说亲自就是要给他红包啊，送给那个饼干啊，去助念啊，都可以亲自啊。
所以我刚刚在车上还跟我们站中师说，我们下回法会人那么多，也有痛苦，因为我只能跟几个认识的讲话，其他各位来那么久，我没有跟你讲过半句话，每天也给你叫阿布啊，我没有跟你打过招呼，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啊。所以我在想说，我现在要改变方向，我最好以后要去每一个地方住人家家里住两天哦，回家奔开杠哦，对不对？那才叫团圆饭，然后大家就可以谈佛法。所以，而且大部分很多的家人都是没学过佛的，然后你很亲切，笑笑，然后他就会还送他东西，他就会跟你喜欢谈谈佛法，就这样就得度了，对不对？得度了。所以然后他也会跟你结一个好印象，然后我们内心里面有多一个亲人，多一个悲心，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下回我们办吃饭好了，我每一桌都坐五分钟，我们大家彼此来坐来坐去好不好啊？啊，然后这个缘很重要呢啊，所以可能让自己可以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各种。我想这只狗你抱过了，你感觉就不一样，你喂过它吃饭了，你感觉就不一样。就像妈妈一样，妈妈怀孕这个小孩子还亲自喂他奶，那个小孩子已经是妈妈永恒不变的爱了啊。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学佛以后要开始去练习的，这种平等的广大的关怀，但是不是执着的，不是执着的啊。所以我有这个观念以后啊，以人家抱小孩，我就会想要去碰他呢，摸摸他呢。以前的戒律说，比丘不能抱小孩，免得人家误会那小孩是你生的。那现在菩萨道不一样了，赶快拿给我抱抱啊，对不对？嗯啊，所以我觉得要用我们的爱、慈悲，一直去接触，一直去接触，啊。我想就像各位，你爱你的小朋友，你可能会抱他抱得很紧嘞，对不对？因为这是你对他的关怀，这里面没有欲望啊，是一种关怀。所以我到印度去，我就看到印度人也蛮好玩的，反正男生走路一定手牵手，我们以前嘛，这个同性恋吗？然后他们说没有，人家印度男人就是这样子哦，来吧，你跟我牵一下，没去管啊。那这是我们先天的这种意识被卡死，概念化的意思卡死了。所以我认为佛教啊要开放，佛教的戒律是慈悲，是空性啊，要开放自己的心灵去接纳一切。当你接纳一切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了解对方需要什么，自己能够做什么，要让自己有进步的空间。千万不要一辈子对头跟背头跟你翁你母我在玩几世人，你家里就这五六个人，然后就有一点浪费了啊。所以我认为外国社会的反正吃饭喝酒，反正他们就要聊天，聊得很快乐，认识很多新的朋友，那我认为人会进步了啊。特别我们学佛了，如果没有学佛交很多朋友也是个麻烦，但是你现在学佛了，我们知道交朋友参加什么会是为了传播佛法，重不重要？重要。当然不要光执着在人，就是说我们是对法界众生，所有六道众生，海底的众生，地底的众生，虚空的众生，我们要去接触它，接触它。那我认为做烟供、做水、布施食物，给人微笑亲切，那这些是一个很好很好啊，拥抱世界，拥抱众生，从这里面去了解真相啊，去了解慈悲，了解空性。好，我们一起念烟供仪轨。当然各位观想的时候要这样观想，来，18万4000多场，烟供要供功德，随喜世界各地，所有上供下施功德，嗡阿吽，哎，都融入了这无量无边，无量无边骗一切处的上供下施，念这个仪轨。让让康，让让康，让让康，嗡阿吽，嗡阿吽。Om Ah Om， 如海妙玉清净紫云供，供养三根本与轮涅尊，集资除障祈求慈悲度，供养具备功德诸护法，
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乐，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熄灭恶意得利乐，一切轮涅种神物无缘，祈愿三轮清净解法界。好，我们尽力观想念诵21遍嗡阿吽，麻烦各位观想到武汉好不好啊，把这个清净甘露的这种啊烟供消除他们负面的瘟疫这些晦气好不好啊，不但是武汉，整个大陆，整个世界，整个法界，然后呢包括融入于刚刚我们上供下施药师烟供甘露过去所做，通通融入在这里面叫嗡阿吽。但最主要的融入是什么，来，诸佛菩萨身口意圆满功德，来嗡阿吽。再来，个人过去现在未来身口意所做功德，嗡阿吽。所有功德融入法界众生之身口意恢复清净圆满显现，嗡阿吽。就包括金钱啊，包括甘露啊，这样得到加持也完全不失。来，开始，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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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经常如此，嗡阿吽三字总持包含一切，所以能够净化身口意消业障，能够圆满一切，所以那呼吸也是嗡阿吽，嗡阿吽。嗡就是诸佛菩萨加持，阿就是你的空性，吽就是你的悲心，嗡阿吽，嗡阿吽。就像各位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进来，在你的心间，要透过你的心间把阿弥陀佛布施给六道轮回地狱道往生净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这个叫佛心、己心、悲心啊，菩提心、空性、悲心、归佛、归法、归身，时时刻刻很简单，这样简不简单？所以你就回去开始，你要念什么都没关系啊，嗡阿吽，嗡阿吽，把生命完全这样进入空性，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媒介者。这里面没有高没有低，只要你相信，你愿意啊，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然后经常变成呼吸是你的习惯了啊，因为你时时刻刻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然后呢，你这个观音菩萨的心又能够去帮助众生，那久了以后你也变观音菩萨啊，所以就让自己不断的这样呼吸。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已经稳定控制，但国际疫情仍然严峻。提醒至国外入境的朋友们：一，请于机上全程佩戴口罩；
二、入境后请谨守台湾的入境检疫规定，如果感到